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勋，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天先上来教大家弹力带健身操。好，有看到我书房有一个弹力带吗？能准备一个弹力带，那弹力带个特别是它有扑的、臀盆的，较盆你会感觉棒数加过重，就像我们的哑铃用的，好，棒数加过重。加卡破，好卡卡破的话，加个强。刚你看个身体的状况，好，那老人家安尼拿磅数卡大耶，安尼练习都可以哦。准备好了吗？请放起来，腾身上，好来通下做暖身操。好，来安尼两只脚打开来，好跳到第左面坑。放下面，门边，老眼前呢一片，带动的胸口，半片，有看到我后背有一个灯呢，我请观众朋友来可以坐在你的沙发，也可以准备一个灯呢。啊，记得咯，等下莫有乱的哟，啊个平稳那一些，好，赶紧赶来来坐风来坐下来，从个弹力带打开来，用个脚下面两轮，按个手，啊记得腿绑下绑个。我腿绑好哦，莫表哎哟，表演那个危险哦。嘿，我腿拿好，好来，看我脚带挺胸来，变下来，同个脚带挺胸来，挺胸来，臀线上通下走，脚带挺胸来。人家同个弹力带，用个泰罗比亚片，好做一个交叉，交叉，好通用哦，腿绑好来哦，好来训练个内侧肌，打开，合拢来，打开，合拢来。有感觉骨软，吼，拄唔掉的话，可以休息一下，也可以训练内侧肌，吼，泰罗比的一个力量。明天中午是哈，好会瘦大腿哦。好，更加变一只脚，好冲！你的脚要弯下去，要弯好，莫比弯下来哦，哈，要弯好，好冲！拔萝卜用的，安尼动作叫很多拔萝卜，训练你的手背的肌耐力哦，好，弯下来，放松来，好冲！拔萝卜用的哦，啊，来做你试下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
七八九十。好，来评价来问片来做试哈，我拿好了哟。好，来拔萝卜，问片拔萝卜，用下来，绑下来，绑上去，绑下去，再绑上去，上、西、嗯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更加两只脚弄下来，好，来拔萝卜，慢慢的走。好，紧跟左脚按下来，记得咯，要注意听哦。然后，好，来屈膝，从咱个耳朵摆用诶，弄出去，再数过来，好，伸出，再数过来，从咱耳朵摆用嘛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放下来，来看一下哦，你的书可以再捞一圈，好，以防万一没收拾没绑好，好，我。怪危险，好，来弯片，那我都搬用诶，好，伸出，再数过来，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记得咯，唔可以背，要停出来，唔可以扑背哦。好，更加思考耐心，利用杂脚，好训练你的腹肌，用杂脚压上来。好，停在你的肚子前面，做一个停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放下来，再慢慢的绑，来拉紧一下，可以发哈，如安尼绑好了，可以发轻量提高。唔会开路，可以不用下来，可以把再慢慢的往上。好，慢慢的不用下来，再弯片。好，老人家做唔到的可以低压片。好，你适应之后，再慢慢的借用个弹力带。慢慢的在前面绑，绑上来。放下来。来呼吸一下哦，前面动作，训练大腿内侧肌。高叉，
佢黑空来，大可来，黑空来上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记得呢哈。好，听你通知。拔萝卜，好，拿好哦，记得那书哦，捞一看，拿出去数红来，弯片，好，两只脚囊。试试看，你肚子空，做一个腹肌的训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慢慢的放下来。今天的动作好累吗？好好运动，还能下次能来了哦。